爸，那你干嘛不进来啊？你坐在那里干嘛？你在哪里啊？不是，我怕你妹妹在家嘛，然后又等一下又这样那样的，我也那种。那个阿紫，啊？你怎么在直播呢？对呀。你在跟叔叔阿姨们聊天呢？啊。哦，那个下雨啥，了，你没事的，你就进来家里坐吧。下雨了呢，外面。没事，我带的雨伞。那个阿紫，我啊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阿伟哥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知道吧？你那个啥，你就出来见我一面嘛，好不好？什么事啊？难道刚刚叔叔阿姨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要离开大凉山了吗？那个没有，那就是反正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就出来一下嘛，出来见一下阿伟哥哥，好不好？我好。今天晚上很重要的一件事要跟你说，知道吧？到底是什么事啊？然后呢，就是你千万不要带你妹妹哦，你不要告诉她，你悄悄的来，好不好？我妹妹她不是在看我直播吗？刚刚。你那个你就让她睡觉了嘛，你说你出去有点事儿，你反正不要告诉她就行了，好吧？你有什么事就来家里说呗，外面都下雨呢。就带个雨伞嘛，就阿伟哥哥，你看也没有要求过你啥，就反正这一点你就答应我嘛，好不好？我就那么一点小小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话是在家里面是不方便说的，知道吧？肯定出什么事了，伟哥，你肯定。反正小事儿，没有大事儿，好吧？小事儿。那你平时都不是这样，你平时都不是来家里的吗？你进来家里吧，我刚刚还做了饭，还有没吃完的那些。没有，我不用吃，你就下来一下嘛，好吧？阿紫答应我，你就出来一下，出来见我一下你阿伟在哥哪哥。里呀、啊？那个，你还记得，就是有一次阿伟哥不是回老家了吗？你发了一个作品，就是说，阿伟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，对，就是一个李子树的地下，那个这个地方是风景最好的，你们这边。然后我哇，就那里很远的，在下面哦。你就辛苦一下嘛，反正走路下不来是，就，我不是辛苦的意思，我意思是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的意思。哦，哎，这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然后呢，也是一个这个地方我想了又想，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因为你知道吗，阿紫，有一次我回老家的时候，你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你说了一句。阿伟哥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，然后我从老远的从老家赶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如果也许可能不是你那句话的话，也许可能我就不回来了，真的。哼，因为有当那么时我严爸重妈不让吗？我回来嘛，然后我就后面我听到你那句话，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感动，然后我就赶回来了，知道吧？哦，难道你现在又在那里想替我给你叫一声阿伟哥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今天晚上叫你到这个地方来呢，我想再次听一下你当时就是你录视频的时候叫的那句声音，就是大晚你。上的叫啥呀？明天呗，白天呗，你快点回来吧。没有啊，大晚上的才有意义的嘛，你看啊，有星星有月亮，还有对吧？星星，下雨还有什么星星月亮呢？因为现在这个点的话，基本上人都睡觉了嘛，只有阿伟一个人在你旁边，那你就是叫给我听的喽。你看大白天的话，就人也很多嘛，然后也不一定是叫给我听的嘛，是不是？你答应我哎。吧，来吧，好不真好，阿的紫？是啊，奇怪哦，你那么黑，怎么跑到那里去呢？那好吧，我下来吧。没事儿，阿伟哥在你旁边，你就放心嘛，好吧，你不要怕。反正你到要到的时候，你就嘴巴大声的叫上来啊！阿伟哥，阿伟哥，你在哪里？这样子我就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就出发吧。哎呀，我觉得你还是你会上来吧。你就辛苦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好请。吧，真的好奇怪哦，今天要回哥你。没有啦，就反正。有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，阿伟哥可能看到没有？而且下雨你帮我，哎。
没事儿，下雨也没事儿，好吧？你带的雨伞吧？有雨伞吗？你这样。有。小王去接一下阿紫嘛。他们都说让小王去接阿紫，是吧？嗯。怎么还有人啊？哦，那个阿紫是这样子的，今天我一个特殊的朋友也过来了。你刚刚还说你一个人在那里。那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害怕的嘛。大晚上的，你们这边那些什么球大球二也多得很，是不是？肯定有什么事。我总觉得我心里面跳得好快，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你不要想歪了。没有，反正阿伟哥只会把好事，只会把好事分享给你，不会把坏事分享给你，知道吧？嗯。如果说有坏事的话，只有我一个人去承受，我一个人去承担。好。啊，会把坏事分享给你，反正只有好事会分享给你，哇，就放放心心的来啊。好的。还有那个，快到了就跟我说啊，好吧？好。直播间叔叔阿哥姐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赞赞点一下。今天晚上啊，阿紫啊，不，阿伟哥有一句重要的话要对阿紫墨说，然后呢，有一件事情要给阿紫墨讲。大家呢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咱们直播间把赞赞点一下，然后没有关注阿伟的就给阿伟点个关注。然后好黑呢？你没有电头吗？没有。是。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哈，还有没有关加入粉丝团的，加入一下粉丝团，谢谢。又是刷一个节目。那个现在直播间有多少人啊？5900。哦，那个都是这5900都是平时都是关注阿伟的，然后有些还没有关注我，可能没有关注我的就关注一下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阿伟的就给阿伟点个关注，好吧？谢谢叔叔阿姨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，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还要多久啊，阿紫？这个有点远的，这个路。慢慢的走下来吧，我的背都打湿了。我都好奇怪，你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？因为这个地方是个特别的地方嘛，所以我必须要到这个地方来，是不是？谢谢点赞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。而且下雨，他那个路那么滑，你是怎么走下去的？而且你又没去过那里，你怎么知道？哦哟，你去过了啊。我肯定，因为你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你来过这个地方呀？我特意来过这个地方呢。哦。知道吗？我是看了你这个视频之后呢，我为就是你们催你的那些小朋友啊那些，然后他们给我说的。哦。我就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啊？我感觉好好看哦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是在下面，反正就是车是不偷的，就是要走路要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叔叔阿哥姐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车子是下不来的，走路要走一级。感谢点赞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不好？叔叔阿哥姐们，咱们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咱，然后把赞赞点一下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你他还要多久啊？我看，那个阿紫，嗯，还要多久啊？还有两分钟吧。两分钟左右啊。嗯。行啊，那你直接连着下来吗？是先挂了？你那个走路不好走的话，你都可以啊。嗯，那先挂了吧。然后你要到了时候给我阿伟哥连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然后我来接你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奇怪啊，阿伟哥他今天晚上真的去那里干嘛啊？那么远，而且那个地方从我们家里下去的还有点远呢。快去吧阿紫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在路上啊。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的点赞，谢谢。给你个惊喜，
他不是说了吗？是因为我上一次在那里那样，所以那样的吗？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帅哥姐妹来，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把阿紫的赞再点起来好不好？还没有给阿紫点赞赞的，给阿紫的赞再点起来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然后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也给阿紫加入粉丝团。阿姨莫不在家吗？阿姨在她房间里面玩手机，刚刚。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。对，还没有给阿紫加入粉丝团的，就给阿紫加入一波粉丝团啊、哦！谢谢你们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谢谢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然后还没有给阿紫点点赞的，也给阿紫点点赞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好黑，我给你们看，看到了没有？我、哦、有点害怕，天好黑啊！快去，不要让妹妹知道。好的呢，但是我妹妹她的话肯定是在看我直播。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帅哥姐们，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阿伟哥，好像也没人啊，别害怕，阿伟哥。我有点害怕，帅哥姐们，给阿紫打一波加油好不好？给阿紫打一波加油，因为这边好黑嘛，所以有点害怕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走错啊。阿伟哥，好像没人啊。伟哥，好像没有人。大蛇的叫，大蛇的叫的话，等一下我把隔壁邻居的人都叫出来了。连麦一下吗？我连一下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帅哥们，谢谢送的玫瑰花，谢谢阿伟哥。那个，哎，阿泽。我、哦、快到了，怎么叫你没有声音啊？我没有听到，刚刚我在跟叔叔阿姨们聊天呢，我没有听到。哦，你快到了吗？嗯、哦。那个啥，我叫小娃来接你吧，好吧？好的。那、我叫我兄弟小娃来接你，小娃，你那个去接一下。我没事，我自己过来也可以啊。不是这个路不好走，你去接一下嘛。那个，好的，嗯，那个路不好走，知道吧？路不好走，那需要辅导一下，那。我的天哪，这直播间人气啊，这都到7000了，我的天哪，这赞赞点到80多万了。阿紫、啊、我跟你讲，阿紫、啊、你们在这干嘛？在下面，你下去就知道了。阿紫啊，那个有个蚊子飞到我嘴巴里面去了。啊，没事，小王到这里了。啊，到了吗？嗯。赶紧下来！你们在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有一个蚊子飞到我喉咙里面去了啊！有个蚊子飞到我。下大雨的，你们跑到这里来？这直播间人气，这直播间人气达到了6000多个人，我的天哪！这直接到了6000多个人，马上7000个人了。黑黑黑黑黑的，在这里干嘛呀？6800多个人了，这直播间人气这站着点到90多万。哎，我的天哪！阿紫来了，阿紫。阿紫，那么黑，你们在这里干嘛？不是那个，你来嘛，那个，
阿紫来了，试出来给你们。哎呀，你们，我们就回去坐吧，在这里下雨，坐在这里干嘛？没事没事，那个。阿紫，你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个下雨了啊。那我们用你的播吧。嗯，那个你的叔叔阿姨们听不见吗？来我直播间，来我们。好。直播间。来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们去对面吧，去对面啊！因为我这个我不好拿手机，因为下雨了，我不拿了。我们去对面吧，拜拜。